坐坐坐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刚从老家来啊。啊，是啊。哥，嫂子，哎，小子，小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鞋没换鞋啊？鞋换了呀，新买的鞋。你哥这也是新鞋。新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来，喝口水来。哎呦，谢谢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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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坐坐。大宝，黄豆呢？阿姨，这是我们自个家种的，你们城里人不喜欢喝那现磨的黄豆吗？哎，这有营养，拿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拿着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小嫂，我放到厨房去，来，你们坐，你们聊啊，来，坐坐。哎，小嫂，赶快把那两张电影票给哥哥嫂子呀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倪老师送给你们的两张电影票。哎呀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们来。肯定找小枣有事情要谈的哈，你们坐，你们坐啊！哎呀，好嘞，我到小房间去啊。倪老师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小枣，你别怪哥哥，我们着急啊。可不，我们找你有急事儿。乖哦，保姆说他都把饭吃完了。婉玲越来越听话。哥，今天我们在路上遇到那个叫幼林的女的，好像真的很喜欢你，看到我们走在一起，还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，都误会了，好生气呢。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可我感觉不对，我跟她说了，暂时不来往。暂时不来往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她人挺好的，交往看看啊。不行不行，太厉害了。可是他又什么都表现在脸上，这样的女人比较好掌握。哥，越厉害的女人其实内心里越脆弱，她一旦爱上你了以后一定什么都听着你的。我这方面确实是弱智，所以婉宁妈妈有外遇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而且竟然是他上飞机前才给我讲明。我是天下投资号的傻瓜。所以说婉宁妈妈那种女人才叫做厉害，为了一个老外连你跟婉宁都不要了。哥，你别看幼林那样的女人好像很厉害，其实她很率真，她一旦爱上你肯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。雷慧珍，我的面霜你没有用。我怎么会用你的面霜啊，哥？你没用？没有啊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保姆走的时候多给她10块钱，我想说虽然我只多住几天，可是她多一个人服务，多拿一点钱也是应该的。我原来的保姆比较好，这个刘燕儿临时用用。哥，我也不喜欢在背后说人家闲话，可是这个小保姆嘴巴实在太厉害了，做保姆真是可惜了，应该做脱口秀的。我总是对那种太讨好我的人感到不舒服。保姆嘛，我们也不可能把她当亲人看待，她就是个员工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那么过分的讨好我们，总是觉得她好像有什么企图。哎呀，听你们这么一说，转来转去，哎，又是一家人了啊！吴乔宝的儿子金波跟王小枣好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呀？日久生情啊，这两人在一起，没有感情也培养出感情来了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我们就是好朋友。什么呀？昨天吃饭的时候金波不都说了吗？哎，对了，阿姨，那个金波的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？老保姆。在我亲家家干了一辈子了。哎，金波他妈也是保姆。小子，这事儿你也知道。啊，吴乔宝在我们家也帮过忙的，这个人还不错，挺朴实的。嘿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这老保姆的儿子找小保姆，这就很般配呀。
他有什么嫌我们家小枣的？这是一样的革命工作。那吴巧宝反对金波和小枣好，他是明说的还是暗示的？明说，明明白白的说反对，还一个劲儿的说我们家金波那是大学生，是设计师，是艺术家。对，艺术家。给我气的呀，给我这着急，这不就赶来了？阿姨，叔叔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有关系的。哎呀，这做妈妈的要是反对，问题可就有些麻烦了。这还有更麻烦的呢。这金波他妈说什么让金波从小枣那儿搬出去，这不是摆明做给小枣看的吗？这就不让小枣跟金波在一起。说的那话那是严严实实啊，什么啊，金波跟小枣那关系就是房主跟房东的关系，给我气的呀，我都够能说的了，我根本说不过他。哎呦，而且还坚决说不同意。他真说他不同意了？是啊。哦，关键呀是金波和你的感情，这两个年轻人相爱呀，别人挡也挡不住。不可能，那老太太根本说不通。哎，不过阿姨，你这话也有道理。我给我们家大宝啊，这就是一例子。当初啊，他妈不同意，我们家也不同意，给我妈气的呀，都要绝食了。哎，怎么着？我就坚持，因为我爱他呀。所以你们看，我俩现在啊，都领证了，还想着呀，这几天就去照婚纱照。小枣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，你说。小枣啊，你不要哭啊，恋爱本来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啊。小枣，我们东家是讲究人，你们也不约一下就上人家家了，多冒失。还有我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秃噜全说了，真是的。这有啥呀，这还我的主意呢，再说我们也没空手去，那搬的黄豆都给他背去了。对呀、啊、你们东家我看人挺不错的，哎，他们说还帮咱们忙呢吗？这保姆啊就听东家的。妹妹啊，我跟你说句大实话，既然金波的妈妈也是做保姆的，那他为什么要嫌弃你呢？哎，对不对？一说这个我就来气。哎哎，你说啊，咱小枣的婆婆跟咱小枣一样也是当保姆的，咱娘家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啊？咱还指望小枣啊将来能嫁入豪门呢，就那金波，哎，长得比你哥差远了，还说我脸色靠色。哎，就他那脸长得跟包子似的，一捏一个褶，还假模假式戴一假眼镜啊，后装什么文化人。哎呦，咱没嫌弃他都不错了，还嫌弃咱们呢。你问你哥，这次我们家陪嫁是一辆客货两用车，这金波他妈能出得起吗？咱们现在乡下人不比城里人差，咱们也得好好的挑挑拣拣啊。行了，银子，妹妹，你别听你嫂子说，你对金波的妈妈呀还是要好好的，你别什么事都没开始，两个人就先搞僵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小枣，你嫂子我是过来人，当初你妈虽然反对我跟你哥吧，可能都是表面上的事儿，可金波他妈不一样。他动真格的呀，你说这次他要真搬出去那怎么办？不会吧。哎呀，不过那个张会计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事儿啊主要看金波，只要金波坚持，其他人呢、啊、再怎么阻止也没有用。老娘，跟小枣说说不要把我们家的地址随便给别人。好的好的，我看看怎么婉转的跟他讲一下啊。小枣呢在城里没有亲戚，他跟我们处久了，就把我们家呀当做他的亲戚一样。乡下人也蛮好玩的，来就来呗，还带了一大堆黄豆，蛮新鲜的。爸妈，你们出去啊？啊，一听下班了。哎，我正准备到屋里去找你们二老呢。哎，那走啊。不用了，这儿说也行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啊，你们不要着急。嗯，你刚突然出差去了。出差了？到哪儿去啊？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您别着急。是这样的，他去日本了，他公司总部让他过去的，
一个星期就回来。又去日本了？说明公司重视他。哎，他走的时候很着急，来不及跟您二老说，所以我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啊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。嗯，对了，他那个手机在日本没法用，你们给他打电话，打不了。不要着急，我跟他说了，到日本，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，让你们放心，好不好，爸爸妈妈？好好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然后晚上我来看你们，好吗？好好好。那爸爸妈妈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。嗯，你们当心点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好。哎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那态度这么好啊？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叫的我都不习惯。哎，我觉得不对。你打个电话给儿子。哎，他不说去日本吗？哎呀，叫你打你就打嘛。哎，你听，关机了，关机了。我感觉还是不对。我们不是说要去看逸婷的妈妈吗？啊，那现在就去，顺便给吴巧宝说说金波和小枣的事儿。我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好好好，好。请坐，请看看，我招呼也不打，一抬腿就过来了。本来呢，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的，没顾上，我们就过来了。不用了，这地方随时来，我随时都欢迎。我们一直啊，就想来看你的。不是应该我去看你？哎呦，你看来看去了都一样的。我沏茶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吴姐不在这儿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招待你。啊。怎么，吴妈不在你家里坐了呀？啊。他到金波那儿去了，暂时的。哦，金波不是找了一个女朋友吗？他有点不放心。哎呦，茶叶呢？他呢不放心，怕找的不好去看着。我妈就是这样想的。我们今天来对了。一听妈妈，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吗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回来我就把一听骂了，太不像话了，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真的，我没教育好，我在这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一婷妈妈，这一婷啊脾气是大了一点，婆婆和媳妇磕磕巴巴总是有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嘛，这个就是啊，亲家母啊，我这个老太婆呀脾气急，有的时候难免和一婷啊打个嘴仗。不，这次不一样，你吵吵架可以，你不能这样没有教养吗？这太不女人了呀。嗯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亲家母，最近依婷蛮好的，跟我们之间没闹什么矛盾呐。你们不知道啊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儿？他把尼康鼻子打断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打的？鼻子打断了？就是啊。具体哪天我？你刚不是到日本出差去了吗？对对，啊，上日本了。一婷妈妈，你得跟我说清楚，你这我都着急死了。就是啊，怎么会？就是。哎呀，妈妈。哎呀，你刚。哎呀，儿子，什么时候打的呀？啊，就是啊。怎么打成这个样？你东西让我看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刚，你不是到日本出差去了吧？我。你是怎么说的呀？啊？哦，没事。你听他说什么打的呀？啊，这人怎么那么省那么狠呐？啊，打成这个样子啊！一点心意，拿着啊！不要不要，你拿着，你别客气。你强哥算什么人了吗？乡里乡亲的，自己人不帮自己人，让别人看不起啊！我是竟遇上好人了，你们说，张会计家、倪刚家都不和我计较了。我现在觉着吧，不然他开口说不说话都不重要了，人跟人啊，平平安安的，那才是福。
对不起啊，真的是对不起。我说这话发自内心这样说的，我一定让依婷正式的向你们二位道歉。不不不，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爸爸妈妈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让依婷撒谎的，我让他们说我去日本出差，我其实是怕你们。好了好了，坐下坐下。依婷妈妈，你也坐下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，你也不要一直对不起对不起的，说多了我和老倪也不好意思的。就是啊，我们回去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，我都叫外卖了，在我这吃点便饭吧。不用不用呀。不用了，天太晚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叫倪刚把我们送到公共汽车站啊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，倪刚一定把你爸爸妈妈送回家啊。好好，我开车子送。走了走了啊，改天我一定正式的登门拜访，我再三向你们道一声对不起。好了，依婷妈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真的不要再说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走了。倪刚，你当着我和你爸爸的面，妈妈问你一句实话，你跟我说清楚。就是啊，你给我们讲清楚啊，依婷到底是怎么把你的鼻子打成这个样子的？刚才当着亲家母的面，我实在是不好开口问这个。不是在我岳母家说不再追究这个事了吗？怎么还问呀？鼻子呀，你以为哪里呀？断两次。妈妈，真的不能怪依婷，我们俩就是推来推去，其实是我先动的手，她属于正当防卫的。推来推去，把鼻子推断了，啊？真的是我先动的手，真的。你那么没教养啊！你敢打老婆？你敢吗？爸爸妈妈，真的，我们其实是闹着玩的。我本来是拿那个靠垫去砸他，他就拿新买的包包挡，结果挡的劲儿有点大，人就把我鼻子跑成这样。哼，鬼才相信你的话。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不要总是训我好不好？唉，算了算了，我该怎么对付我还怎么对付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倪刚是我老公，他肯定得站在我这边才对呀，对不对？我婆婆家呀，哦，他们家我可不敢再去了啊。他老夫妻俩还不把我鼻子给砸烂呀？哎妈，不跟你说了啊。有人来了，来了。赵一婷，赵一婷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为什么打我儿子啊？你有什么权利打他呀？我养了他这么大，我没有碰过他一个手指头。你好啊，啊，你把他的鼻子都给打断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啊！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生个孩子来给我看看。要说做女人你不行，要说做媳妇儿你不配。赵一婷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敢碰我儿子一个手指头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回来住了，那边没法住了。怎么没法住了呢？哎呦，没法住，没法住了！你干嘛问这么多呀？哎，依婷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的话矛盾就加剧了。再说我让你在这儿住，
你婆婆家怎么看我呀？听见没有啊？您甭管了啊！金波，来来来，趁热喝点牛奶。妈，你没睡啊？阿姨，三嫂，哎，晚上睡觉前喝杯奶好。不是，不是妈，喝杯奶呀，对睡觉有好处。这是我给金波倒的，我都预备好了啊，你喝吧，坐那儿去。妈，你什么时候预备的？没看你出来倒水啊？我问你，这钱包钱呢？现在怎么剩了？3000块钱，不是妈，你别老翻我兜。你小时候就老翻我兜，你现在你就翻我钱包，我兜。我是你妈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什么不能翻呢？我钱呢？我请吃饭。阿姨，你别生气，今天请我哥哥嫂子吃饭，可能是花的钱多了点儿。你哥嫂子得住几天啊？5天或7天，住哪儿的？招待所。谁花的钱？哦，钱我已经付了。金波啊，不容易，你说呢？是不是？黑白这么辛苦，挣几个钱？是吧，阿姨？等我这个月发了工资，我把这钱还给金波。小道，你别还。不用不用，那个什么，你是房东，你来亲戚了，我们请吃顿饭是应该的，没事，没事啊。不不不，阿姨，我一定会还的。小道，你别还我，咱俩说好了是我请客，你别还给我，听见没有？睡觉了，休息。不是妈，你听我的，你别听我妈，你绝对不能还。妈，你不能还，还我就太没面子了。我都跟人说，我都跟人说好。阿姨你好，想要买房吗？下吧，我们现在房子正在搞优惠活动，希望可以来看一下。进来看一下好吗？哎，放好啊！哎，15公斤呢、啊？15公斤是18块钱。来来来来，给你钱，20块。2块。哎，老板。哎。你们这儿附近有没有便宜点房子要往外租的？要租房子啊？嗯，嗨，有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我走。我楼上啊，有间小屋。真的？哎，你要租，我就租给你。让我看看。行，咱们都是老顾客了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老板。那就租给你啊。哎，哎，哎，不过话我说在前头啊，我这儿随时可要拆迁的。什么时候拆迁你就要搬走。哦，还有啊，经常断电，话说在前头，别到时候说我蒙你啊。行，我先看看。哎，就这儿，进来瞧瞧。进来进来，看怎么样，一个月就收你300啊。不过话说在前头，这个拆迁办的什么时候来啊，你就得什么时候搬走，行吗？Thank you.
怎么就在这儿干上这个了？我就是帮帮朋友的忙，没事再帮着他发发这个。你都混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这儿跟我死撑？我没撑着，真的没撑着。就我现在我那个服装店生意特别好，完了就是现在也闲着也闲着，朋友就求我帮着他发这个，我就站在这儿帮他发吧。那个，甜甜，你现在就是过得好吗？我挺好的。甜甜，真巧啊！啊，聊什么呢？嗯，没事儿，他刚刚给我发传单了，咱们走吧。甜甜，我跟你说句话。那个。这男的有老婆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怎么还跟他在一块儿啊？金先生，都混到这份上了，还管闲事儿啊？你是有老婆孩子对吧？我是。那你既然有老婆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跟甜甜在一块儿？你既然有老婆有孩子，你还跟甜甜在一块儿，你这种行为就是不道德。这些广告我买了，给我捡起来。嫌少是吧？好，我再加。把我的广告给我捡起来。看来我上次是手软了。你有本事你再打。说两句行不行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！你再看看任甜甜穿那么短个裙子，烫个爆炸头，她为什么呀？她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？她破坏人家家庭，她当第三者，小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不心疼，你就是心疼吧。我说了我不心疼。你是不是把我当垫底的了？你不是垫底的。你就是把我当垫底的了。我说了你不是垫底的。我知道，当初是我先追的你。不，当初是我先追的你。就是我先追的你。我说了是我先追的你。根本就没忘了认错。我忘了。就是没忘。我说了，我忘了他了。没忘。我真的忘。你忘了他了？忘了。行，你忘了。我没忘。你忘了？没忘。你听我说了吧，你心里根本就没忘了任甜甜。小保姆，你是一个大设计师，你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呀？我还想着跟你在一起，我真是异想天开。好，我承认，
我是没忘了他，但我希望忘了他，我希望和你在一块儿把他给忘了。真的，我就想把他从我脑子里边完全给拔干净了。但是我今天我见着任甜甜，我觉得他跟我分手分得对，我在他面前我就是个失败者。我的同班同学有的都出国了，留在国内的事业发展的都好，只有我站在大街上发小广告。可是我发小广告，我居然发到他的怀里边。我在他面前没有尊严，男人是要面子的，我在他面前没有面子，我是失败者，窝囊废。我现在也明白了他为什么和那个有家有室的叫成功的人在一块儿。那男的能给他，他和我在一块儿给不了他的东西，他跟我分的对。那男的叫成功，我就叫失败。我要是你，也离开我。你没出息，每次遇到困难都是你自己先要放弃。放弃了，这回真放弃了。你放弃吧，你就真的放弃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块吗？是因为你跟我都是有梦的人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做梦，可以去实现梦想，可以一起努力。金波，你是个笨蛋，是个大笨蛋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败了，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。我瞧不起你。今天下午我们一回来就见着你妈和一个女的领着一帮人在搬东西，我们想插话都插不上，问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什么都不说。那我没说我要搬的，他不是我妈怎么这样啊？我就没经我允许他就搬我东西。就是喂，幺零，你下午是你帮我妈搬的东西啊？我没同意搬东西呢。那你搬哪儿去了？我不急，我跟我妈也没法急。你这行我知道了，我当时找不着给你打电话。
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我去看看去。你别着急啊，去了好好说话啊，你别跟他们急啊。妹妹，小枣，这不是我说啥啊？这老太太太狠了，这招啊，使绝招啊！这逼我想我都想不出来，他啥意思呀？哎，你俩这次是不是就得掰了？银子，你少说两句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你看不出来啊？这老太太啥意思呀？搬走就是不让他俩见面，让他俩分手。分什么手啊？这又不是金波的主意，是金波他妈的主意。金波现在不是去找了吗？你跟我厉害啥呀？啊？小枣，你也别难过啊，我去找个老太太去，我找她评理去。她要敢不跟我讲理，我就跟她拼个你死我活。拼什么拼呀？你就不能消停点？哎，你跟我厉害啥呀？刚搬家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呢？啊，刚才搬家你跟我心里行了，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你还火上浇油啊你！啊，我看见回收废品了。啊，看见了。好，里边走啊。这两天走，哎，金波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，往看，哎，上面，对对对，你从这儿，这有楼梯上来，这边你小心点。妈，金波来了。哦，儿子，回来了，看看，幼玲找人帮我搬回来了。妈，你坐这儿吧，这我跟你说，这一间屋外边那还有一个小阳台呢。李毅在王小枣省一份儿，是啊，多便宜！你想想，这离我家还近，多方便啊！什么味儿啊？消口水。你妈，你坐着，跟金波说说话。哎，好。哎，怎么样，儿子？啊？就是妈那个。幼玲又不是外人，说，幼玲，来来，坐着歇会儿。啊，怎么着？就是搬家这么大事儿，您也不跟我商量，完了呢，您就把我那个没经我同意，把我缝纫机，还有我这模特，你都给我弄过来。那模特，您的胳膊都没了，都乱了，我都找不着了，我都。金波，你找不着问我，一样都没少。就是啊，再说商量什么？这事儿你妈做不了主啊，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房子300块钱，对，这事那个收废品的老板他帮我找的，完了他不过呢，他说这个地儿啊，过一段要拆迁，哪一边口就拆，咱们住着吧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这儿的环境太恶劣了，就太不卫生。那个幼玲，你不是有洁癖吗？你有洁癖，你就把我妈就搬到废品收购站了。那废品收购站，那废品才住这儿呢。不是我妈偏要住这儿。不赖幼玲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幼玲啊，就把这屋子全给消毒了，弄得那叫干净。我告诉你，没问题，儿子，你放心。那晚上上厕所，那这也没厕所呀？有啊，那不一下楼梯那就一公厕吗？就是刚上来那个啊。那我，那都味儿多大！我说我一上楼的时候都臭的，我差点没晕过去。不是那旁边不有个桶吗？有水舀子冲啊，冲就没味儿了。那晚上睡觉洗澡在哪儿洗啊？哎，那我也看好了，前面就那么一拐弯那儿就有一个四海公共浴池，大众浴池啊，大众浴池那个。也便宜啊，那儿不是妈，就是他就是住这儿吧，他在外面他那老过车，那过车吧就特别影响您休息，就是过车，哎呦，不过车的地方有吗？你就是王小枣那儿，比这儿乱呢，
那楼下不还有早市呢吗？真吆喝的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王小枣，他收咱们的房费，收了几个月的？6-1年。不是押几付几吗？不是，那个剩下的咱们得要回来。你要不回来，要了违约了就。怎么要不回来呀？他租房子，他不能强迫咱们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光拉着咱们不放吧？那退的多那个，咱没住那几个月，他凭什么就收咱们钱呢？我告诉你，不好意思，要我去要去，我去要去，反正我不想在这住。在我窗台，静静填补昨夜的空白。一粒尘埃被那微风吹拂，飘向天外，带走我悠悠情怀。空气是如此清新。熟悉城市的钟声与风相遇，树叶在发芽，充满生机。城市的雾气渐渐散。守护着你，爱着。